哎呦我的妈！继续吧。一会儿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呦啊，这面粉就是好啊，是吧？没听说过那句话吗？高端的食材，往往采用最普。啊梯子啊！炸！一会儿滚，滚！哎，老表，各位等一下，滚！滚！老表，我就先走了。老表到了，哎呦我的妈！老表呢？哎，老表来了，你看我给你大大。哎，老表，哎，来了，吃西瓜。哎呦我的妈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，看好了，两个小时。哎呦我的妈！姐面来了。老表，我来帮你。穿也不是，过来涮火。好好好。一人干点啥，涮个火都不行。老表，这次能不能不打脸？来来来，先回去再说。哎呦我的妈！你先回去，我再去买一瓶。Hello， 就买回来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啥也不是，你还能干点啥？炸！一会儿。没事，我有办法。炸！一会儿。我跟你们说，这酒埋了好多年了，马上就有得喝了。走开，啥也不是。那最后一瓶了，小心点啊。炸！一会儿。老表，鸡蛋买坏了。滚！滚！你在干啥？鸡蛋呢？鸡蛋在这里。滚！哎呦我的妈！啥也不是。哎呀，老表，老表，老表。难怪他要点心。
我爱你，亲爱的姑娘。啊No, no, no, no. 大哦吼哦太婆小逼崽子，你跟谁俩？来呀！面对疾风啊！面对疾风啊！加油！加油！哎呦我的妈！啥也不是，让我来！一、二、滚！滚！你这什么戏？还没开始呢！哎呀，对对。
真对不起，我着急了。快一点，你来了。No！啊！你干嘛了？滚！你滚！好难死。啥也不是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帮你们倒水，我来，你倒水。不是故意的，这个底是漏的。滚！嗯？我爱你，亲爱的姑娘。哦，老板，对不起。滚！老板，对不起，老板。啥也不是。哎，老板。少林寺出来的，我承认我不是他的对手。Thank you.